开光仪式过程相当的特别，由法师搭上吊车，对巨大神像进行开光。吊车缓缓地靠近五财神，法师持咒念经文，以朱砂笔帮神像开光点睛。这一座赵天君神像高达162台尺，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五财神铜像，手持七节鞭，相当于53公尺。法师说，站在离地面17-18层楼高的高空，加上风大，难免会紧张。它跟一般神明开光就是差不多，只是说因为它比较大尊，所以我们需要用吊车。所以会紧张吗？刚刚还是有一点，因为这么高，对啊。草屯镇的敦和宫已经有200多年历史，主祀五财神赵元光。目前的建筑物是1998年新建完成。20多年前开光的老法师和20多年后开光的法师是祖孙关系。80多岁的他指着墙上泛黄的照片说：“当年他也是搭着吊车上去开光。”就管不到了，就吊下来开光了。哦，做到今年都25年了。但是我是阿公，就是直传，直接教我，直接教授我所有的东西的。阿公开光，你再接着开光，这个感觉你觉得？这是一个传承的感觉啊。草屯敦和宫香火鼎盛，高大威武的五财神经过重新整修之后焕然一新，开光祈安入伙安龙法会，来自全台各地的大批信众都来共襄盛举。民视新闻张家维南投报道。